三次上场迎战伊藤繁雄。李景光采取多变的打法，把旋转球快速抽杀，以及改变球路推伊藤的空当打得很顺手。李景光连胜两局，从而结束了这一场决赛。双方运动员的勇猛果敢和有力的攻球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中日两国运动员是好朋友，友谊重于胜负。这项的比赛先后进入了决赛。